他们的奖励。你可别想在师傅后面，并没有用。打不动。你什么也不是。这就是比尔吉摩特的真理。干什么？去哪里？啊？你小子去哪里？他没气了，我可以再这一波线，他们人全部在下路，老鼠应该也在下路，我再吃完这波兵线就憋了。他怎么又跑到下路去送了？吉沃特的鼠辈，他留了大的。哎，我杜神，哎呦我操 ！Shit！ 当心炸药桶，把他吊在杀手码头上。Shit！小心点，他可能会搞一个回马枪。在下路。炮火轰鸣。死亡的潮汐，正是我的目的。哦。干嘛？不要有侥幸。啊？你真以为你很肉？你等我上箭套，直接就烤猪。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还行，我得再发育发育，先升到13再讲。可以去拿拿先锋。我从盐分和海水。把这波兵线清了，可以假装回城，然后去那草里面蹲人。不要以为我不在。留一个小兵，让他看到我回城的姿势。确定没有视野之后，我再偷偷摸摸走到这里来。这老鼠肯定是不知道我在这里的。那补刀，他好像补得很开心。我的心是铁做的。谢。哎，他是怎么过来的？他是闪现过来的吗？怎么一枪被做了？哎，我刚想打字喊小花猫猪肉，烦得很。爆个鸡，好，没走吧？那我们拿小龙就行，他们拿了先锋也推不了他，敢推我过来一桶就给他做了。我把他大躲了都死了。哎，我以为他们全部在前锋，好烦呀！
蹲了我。他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有东西，好狗啊这个人。我们去抓男枪，哎呦我操，这什么伤害，这男枪仇恨，这男枪什么什么鸡毛啊，这男枪什么鬼呀、啊，有眼吗？好像没打，没打。又失去灵魂。打完，没有视野，没办法，我也去不了，我也没办法过去。拆了就拆了吧，直接打，不能拖。不做死亡之舞，他们这种带的话，我需要移除。就能拆桶子的呀，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妹，他们要放龙，
让他一个人打就行。没事，我们水晶掉了，一会儿还能再守。还有一个谁呀、啊？还有个 ADC，OK、okay。可能一波不了，兄弟，你要不先去把龙打了。他们的眼泪将为海洋之母淹没。就需要那个。因为扛进一扛，好像可以一波。不管那个辅助就行了。可以，别开了。哎，真难玩。没点订阅的兄弟们，给主播点个订阅吧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如果兄弟们想要找人上分呐、啊、陪玩呐、啊、代打啊、打保护局、恩怨局啊、父子局啊，可以加上面的千分男陪女陪打号微信哦，有问题找我就可以了，主播担保的，然后报我的名字还能打折，有需要就加上面的千分男陪女陪打号微信哦。